乔乔今天一来就下大雨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好烦哦、喔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这个话也不行，这个雨不下好几天。只是刚才来的时候突然变大，而且很大。我就刚从那个公司一出门，那个雨大的哇，好可怕！我觉得这个雨下这样真的很讨厌，对不对？这几天。可是你还是没有爱心拍的公益广告，要讲一下。这个小事情啊，对啊，反正我只是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讯息，那也一同参与其中。其实对我来讲，都是我生活中很大的动力。对，因为平常做的事情跟公益是不一样的。那公益它可以让你填补一些事情，很好。其实一直以来都，我的作品里面都希望可以有很多的朋友，不一样的族群，各种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。我是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那就不是这么的公益化，让它可以艺术化，让它可以人性化，去推广这些事情。嗯。那跟这些小朋友相处啊，你刚刚看到那个广告，那一天下来就，我还没看广告，我想看。那一天很好玩，我们就打球嘛，大家打了一身汗，然后我跟他们互动，然后请他们吃那个麦当劳，哎，这可以讲，反正就是请他们吃他们想吃的东西，然后陪他们玩。陪他们聊天，他们其实很喜欢聊天，然后他很想了解你，很想认识你。那其实他们，在这个年纪是非常可爱，非常单纯，然后很想了解世界，了解身边周遭的一切。对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扶持他们到他们。长大，然后进入社会等等一切，这个路非常长，非常长。对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分出一点点的精神，一点点的这个爱心给他们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有问他们说，就是他们认不认识你吗？是不认识也得先稍微认识一下。就是他们，因为先前他们都会准备嘛，那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是肯定的。那但是我的歌他们都会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学校有放一些流行歌啊，这些小节等等，歌他们会唱，但是人他们会觉得，哎，怎么讲话声音或者是跟唱歌声音感觉有点搭不上，对。哎，有吗？我想一下，刚有播，好像没有对吧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因为那天最主要是教他们打篮球，因为我很爱打篮球，然后自己也有一个业余篮球队。应该是广告那一整天下来，就是小朋友们给你一些什么回馈？当然有啊，我说我做这些事情，不是只有我单方面的付出，是。我在他们身上，我得到太多东西，那些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给我，就是他们可以给我。我们讲到唱歌，上礼拜六演唱会唱到第五首，说小巨人声就飞出去了，他现在人还好吗？哦，为什么提这种旧伤？就哎，我觉得好烦哦，都麦克风掉，哎，到底要剪还是不要剪？尴尬，但你不剪就没声音。所以很浅，因为它确实会中断了一些情绪，那不重要，反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然的。不用换，它不会没那么容易坏了，没那么它的那个音器里面，它是保护层，里面它是有。等一下也有底盘要控制吗？还有大陆就是可以的。怎
么了？为什么有破除一些基本的传统？我们从来也没复合啊，都复合都是你们在讲，你们要我们合就合，不合就不合，我们自己决定，我们是都。我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我真不知道，因为这些事情轮不到由我来管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你常在直播上面跟粉丝分享你的购物，就是你有买什么东西？那你平常购物经验是怎样的？会是在网络上面买？我会去看啊，现在最新的东西我也会，我像大家一样，可能3C我也会看，然后运动也会看。就是所有产品我喜欢我用得到的产品我都会看最新的东西是什么，那么有需要我就会购买。会讨价还价吗？如果当面买的话会，但是如果请人家买可能就不会。那老肖接下来好像感恩节要在那个感恩节对要在那个 MSG 开场的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感恩节你说在美国的？对就是感恩节，我在。